斤。大概几斤？甲即马买无半尾，先不要个。这有啊，这有买啦。你无见狗啊？一百只。一百只尔啊？甲即马买无半尾，先不要个。注意者。阿伯，你等下来啊。无等下来无啊，等下来免送。你来等下来咯。哦，十步的这你还袂买着？来，你还佫送，还佫送。来，哦来。来看我车。来买这尾黄鱼，共阮俗个大个啊。阿伯，你等下来啊。啊，你也知影叫你穿鱼啊。啊，啊你敢有走连狗仔来？啊？啊！飞哥，飞哥，我无飞啊！我嘛唔知飞哥，我够感慨，我嘛唔知飞哥。来莫错，莫错。来莫错。你是六八十十二个人客，一边五个人客，五十楼，来五十块楼啊，五十块楼。等下，五十块楼，五十块。迄无可能啦，大迄无可能啦。五十块楼啊，来五十块。迄个你先收起来，唔是自头到尾无买着，五十块了啊，五十块，五十块了啊，来五十块了，来五十块了，恁敢有买着？有买着，等下你嘛买着啊？你哪有买着？啊，够有人无买着的无？用手的，用手的。嘿，迄边够有人无买着的。拢买着。好，咱有抢着啊，拢搁一份啊，来，来拢搁一份啊，一个，两个，三个，进来一个，四好啊，好啊，四个后边。站高一点。来。好来包裹，来包裹。我刚刚有买到，真的假的？今天还无人收啦，所以大家拢在这里接。来五十块，两百来个。我叫你啦。结束，我去，来五十，结束。好啦，拢无啊！来，爱倒关，爱等下讲个来物件集中关。蛤蟆未分，蛤蟆未分了，靠呀！蛤蟆未分了，阿咸哦。你怎么蛤蟆未分上个？上个呀？上个来去哦。来，蛤蟆你来分分。哎，靠呀！再搞一个蛤蟆。我来拍散场的画面。我上一边啊。来，蛤蟆有钱钱啊！别提，你这大蛤蟆，这要钱钱。蛤蟆给钱分了。啊！又要卖东西了、啊，糟糕！我已经出来了，好想上厕所。这有客钱啊？你无客钱，你莫见面就去啦。上多少一包啊？上个一包，上个嘛一包，上个嘛一包，上个嘛一包。来收走，你要走来啊？来拢啊去了，我这蛤蟆去，果冻去了，拢无物件。来，想要上果冻，免钱啦，手举起来，手举起来了，手举起来了。嘿，啊，看今天落亏，今天落亏，我接到，搁一根。剪接。这边阿伯，你干嘛这边阿伯？啊，好不会，我上马路的，我马上都不会，马路的，我会让开这边，就这样。四个人坐坐，两百人。是啊，我讲真诶，我咪开玩笑。我是讲认真诶，我唔是开玩笑。我讲两百。我是讲正经诶，我咪我别讲诶啊，两百。我两个。最后一个。好无啊，结束。多少个？多少个挂？另外底落。你一个啦。啊，你几个？阿咧无阿咧提动啊，你啊，阿咧一边阿动个，啊不好意思，我搞。另外对，下边就清楚啦。要钱的，你把工作都收啦。
利用即係蛤蟆佢話屎包都俾咗，我哋嘅中學嘢，老闆娘，個蛤蟆喎，留蛤蟆上班，蛤蟆留我處理。明白了你没啊老爸了吼要循环一起老爸通来你不要那么多啊他不是被逼吧气吧了多少给吧现在这个救星的救星的救星他的救星这样就把老爸那种救星的错快猜我完整的我不知道哎，你看我当阿几百步啊，顾问，我有七三遍，你看我背着。那个接电的。哦。我有七三遍，你看我背着，你看人不背着，给注意，你看我背着。你们有没有没买到鸡排的？没，给注意。你哪有人不背着我套，七千块当背着，那人不，我两百个套。鸡腿排靠人是咩只？另外的和。鸡腿排。另外一个。不算是，它是单纯那个。啊，车顶中规修。没有，我后来都把它拆掉了。啊，六箱，应该六箱吧？六箱嘛。今天我为从火山炸东西，对吧？还个三十箱，哎呀，存六箱，你今日卖六箱嘛？还要卖？来，最后个卖恁只人个五岁饼子了哇，鸡腿吧，鸡腿哦，五岁了哇，我不爱招这，恁只头二十个人个，我招五岁饼子了哇，三百唔免，三百唔免哦。两百三百只，五岁饼饼，鸡腿，鸡腿，腿排，鸡腿，来两百了，鸡腿排，哦，那袂这袂接受。来，一支鸡腿两百，两支两百，三支两百，四支五支，六支哦你。你真系敲定下回，我拢再来，再来，再来卖。最后一个上面系两百，两百个两百只鸡腿排嘛，两百，一支两支，哎，爱大摩人讲话，东东，哎，拍你两个大摩四。来哥，来啦，来切，来美国好高哦，外国人。两百刚刚我们讲鸡腿排，三、四个、六、七、七、八、九、来十、十两百了。来，你吃袂了，人家你要一百了，一百块上面起价，一百块，一百了，上面起价，一百块后边了，后边。一百个要吃无？个人要买一百块起价，我买一百块。哎、欸，美女，我还没啦，三比八，哎、欸，三比八，贵啦，对姐，啊，姐，我今天煮头皮，阿伯，人我都三家咧，就你吃光光，加潘咧，加咧，嘿，潘咧，喊你别散咧，真是啊，哎，这一包最后两个人怎么吃？刚刚那个真的超高的啦，这一包够要爱无？一百块，阿姨，来，你俩这鸡腿好食一包呢，一包最后一个怎么吃哟？快点，这个外国钱，我送过吧。没有，掏这个给钱是吧？这个呀，全部一样，一百了，送我礼，一百了，全部都给你，好，送我礼啊。好，那可以给了不？那可以给了，对吧？给了，就一个包吧，休息。结束啊！休息。OK。早饭的话可以吗？现在喊了多久啊？四个小时又四分而已，还好还好。这上今天算还 OK 的。来，今天买气很棒啊！上个礼拜很差，在上个礼拜也很棒。对啊，这上面有时候生意就不一定。好了，大家记得帮我订阅九号肥肥，给我推推，还有能吃就是福。想要宅配订购的，请加老板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YOYO 5858 ID 是小老鼠 YOYO 5858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感谢大家的收看，还有要加老板的粉丝团哦，以后商品的资讯都会贴在那边。对，哦 ，OK， 拜拜。好了。